因为秘书长说还有五分钟啊，我因为要让大家先认识秘书长。我们班长每一次都没给他占便宜，还有五分钟他叫我上来。其实这个转播哈是要按照时间转播啦，因为我们的转播事实上全球都在看，不是讲干那恁伫家里上课。这个转播是全球所有的，包括伫美国的台侨、日本还是澳洲，都会看我们这个转播。尤其是这些初级班哈，因为我尽量是每一次上课的时候所讲的这个法理，有时候由深而浅，有时候直接插入。所以呢，所讲的代志，唔是讲伫遮咧上课，逐节课拢讲同款，已经讲四年啊，每一节课绝对不一样。咱因为我感觉讲，大家人有真侪拢上过高级班，是不是有真侪人拢看过咱的录影带？所以呢，你们都已经基本上的知识拢知影。伫最近来的我上课拢听你讲，我们是台湾人。但是有，因为我讲是我们是台湾人，有的人就讲啊也是中国人。其实我们不是中国人，我们没有一点点的证据讲我们是中国人。你所有的证据拢是啥？为你小学、初中的课本所读的。啊，你小学甲课本嘛，甲你讲二次世界大战，我们打赢日本，所以才有光复。啊，其实我们打赢了日本吗？无啊，咱本身就是日本人啊。美国甲你轰炸，美国轰炸台湾。所以美国人应该是台湾人的敌人。中华民国跟美国是同盟国，所以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，安尼，中华民国嘛是台湾人的敌人。我们怎么会是中国人？啊，所以二次世界我们是打败仗啊，啊打败仗，怎么会有光复节？所以现在小学课本的三年级的小学课本已经把光复节三个字拿掉了，因为没人够骗了。台湾人愈来愈清楚以前的历史，以前的记录愈来愈清楚，在大家人面头前拢无多让你讲白惨。所以最近人讲金辅聪辞职走去美国，是因为台湾民政府在2月28号控告中华民国的官司，所以去，其实不是，是江宜桦代表马英九去美国，去哈佛，去找谁？哈佛的律师打算要出来答辩。他什么时候要答辩？应该是在五月底六月初了。所以金辅聪在五月底六月初才会去美国，为了我们的事情也要来答辩。啊，我是在跟金辅聪跟江宜桦说不用答辩了，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。过去中国常在说台湾是中国的自古以来的领土，以前那个时候台湾的地图你别看吗？张武林看哦，诶，张武林看地图好，来这地你有看吗？哎，这跟台湾，这有新台湾吗？有啊，这是不是有新台湾？有吗？敢有新？有吗？没新哦，是怎样？欠一边，对吧？啊，那国民党要跟你说欠的那边，是以前远古时代沉在海底，啊，国民党来了才浮出来，那假的啊，那就是假的啊。这边是高山作业啦，人讲后山啦。我问你呢，以前的台湾的地图是安尼呢？所以清朝统治台湾的时阵，都地图安尼啊。右边根本不是清朝的，所以毛泽东、这个江泽民啊，和胡锦涛啊，和习近平讲，自古以来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是放屁。
地图是这，你要搁你搁讲嘛？你哪有拢总？什么人有真真正正台湾这块土地的主权？在1895年，清朝的皇帝已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天皇。日本天皇1895年诶6月2号入来台湾，入来了后，伊发现讲台湾这块土地右边啊，高山族无土管，安怎讲？拢改反抗。好，日本真头壳疼。所以经过10年，1905年，日本召开国际的法理会议，叫什么人？叫美国带伫澳门的参议来开会。开会要创啥？要决定讲，到底右边这块土地啊，是不是一个国家？是不是一个国家的形式？如果是国家的形式，日本都要放弃这个部分去啊。开会结论。伊讲，这个高山族是敢若有部落，十几个部落，不是一个国家的形式，跟印第安人同款。所以日本国际会议后，伊决定讲，要将台湾给征服。征服这两字伫战争法内底，讲较好听，就是给打败啦，给拍败，将遐人拢总。臣服在日本的统治之下，所以为北边打到这个屏东啊，日本人用偌久？用10年的时间啊，用警察军队。中国啊，这个日本在打中国的时候，清朝的时阵啊，3天，中国就结束去啊。打台湾的高山啊，打10年，才让整个台湾岛拢总。臣服于日本的统治，为1915年开始，台湾的主权才被建立。你听我，迄阵人家台湾叫主权呐、啊，所以中国常咧讲，台湾自古以来是我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是完全的。我讲迄两较歹听，迄个乌白讲诶。但是这都不是你的啊，你的只有道平这些东西而已，正平都不是啊。人正平是日本天皇1915年跟打到1915年，10年的时间，整个岛都给征服。在国际法里面，这当中才建立了台湾的主权。啊，要怎证明？1922年2月6号，日本和全世界，那时全世界没几个国家，拢总有九个国家签了着《华盛顿裁军协定》第19条，讲台湾平和，人拢个承认讲台湾澎湖是属于日本天皇的。迄当阵台湾平和，才有这个主权。主权这两字伫英语叫做 sovereignty。sovereignty 这个英语字，伫最近100年内底才传到亚洲。亚洲的人才知道有主权这两个字，以前亚洲的人只知道啥管辖权，就是说我有管辖权，我管辖权就是有主权。 No， 日本也到最近才知道，什么到最近？到去年的4月份，奥巴马去访问日本，奥巴马他太太现在在日本，奥巴马去访问日本，去拜访日本天皇，然后发表言论，伊讲一句话，这句话让日本的学者、国际法的专家拢惊着。伊讲，尖阁群岛是钓鱼台，尖阁群岛我美国有管辖权，对于尖阁群岛的主权，我不予置评。我讲一摆。尖阁群岛的钓鱼台，尖阁群岛的管辖权，我美国拥有。可是对于尖阁群岛的主权，我不予评论。你不能，遐学者听拢惊一跳，啊？主权甲管辖权无共款。为迄当阵开始，日本人开始知影讲，主权是主权，管辖权是管辖权。兵历史起来看。
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，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。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，不是放弃主权啊！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，给你看。这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，日本到迄个时阵，伊才知讲要求哦。日本政府是放弃台湾的管辖权，日本天皇有的主权并无放弃。到去年才知影啦，看讲因偌推倒，不过咱嘛差不多啦。咱是2006年，咱迄当才开始知影。所以日本都尾啊派真侪人来咱这上课，都在上课哦。因想讲因日本较厉害，啊恁台湾人看不起台湾人啦。啊，即卖呢？过来上课就无同款啦，包括安倍晋三的律师来上课，对咱所讲的、咱所上课的，非常的臣服。因即马拢完全相信，讲我们讲的是对的，因为咱是为渐渐化开始个衍生出来。Japan renounces 日本放弃，这个日本就是日本政府。啊，有人讲啊，这是日本天皇啊，日本日本代表日本天皇，不是。日本天皇是日本天皇，日本政府是日本政府，免他证明。1945年9月2号，签投降书的时阵，有一个投降的迄个条约啊，来，迄当签和平条约，记得你有看啊？投降的文件，来过来看一下崇光葵。崇光葵，什么是崇光葵？东尼日本帝国的外交部部长，一签字，啊，伊代表什么人？你来看哦，以前拢无人去注意啦。Behalf of the Emperor of Japan。代表日本天皇 and 和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日本政府，一代表两个。如果日本天皇能够完全代表日本，他就签一个就好了。为什么要用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代表？这个人代表两个身份。那我清楚吧，所以在后面那投降，就像和平条约的投降来，对不对？ Japan renounces， 来再回来 Japan renounces， Japan renounces， 日本放弃，这代表什么？日本政府啊。所以我们不是黑白说的，所有的读过课的，所有看到我们所写的文章的，没有一个人不臣服啊。日本政府是安怎讲？日本政府皇帝，皇帝拥有这些土地，伊家己无多管，伊交予政府来去管。政府是甚么人？代表政府，首相代表政府。啊，有清楚无？所以日本在旧金山和平条第一条到27条内底，无一条讲日本天皇放弃台湾。所以美国讲几啊摆啊，美国讲台湾不是你中华民国的啊，台湾也不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啦，啊，足清楚的。美国的表态非常清楚，所以你台湾不能公投，说台湾的主权是啥，你无资格，原因就这啦。所以一切一定依按照。一定要按照国际法来处理。这国际法，美国很要求的，美国都不爱跟你说，一点点。因为发生什么事，就是中国1949年12月初3日，中国人流亡走到台湾，所以中国人去当时在台湾两个时候，第一个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了后，他蒋介石代表了就民军在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，一心占领军刷入去，伊果是流亡在台湾的政府，安尼这两个身份哦，和台湾人团飞去。所以我昨昏甲恁讲，
台湾民政府未当甲废掉，美国无答应中华民国甲废掉。其实咱去告美国，是有得到美国的同意。美国讲，恁台湾人奈无爱较紧告，我们在等啊，你等啥？伊还有一个下台阶，要让中华民国离开，还有一个下台阶啊。但是算真牛啦，啊真牛，就是台湾所有的消息，所有像咱滴告入美国的这些消息，全面封锁，啊足牛的，真正足牛的。现此时，那只要美国的迄个调查的公司甲咱讲，已经有超过3000万人。全世界3000万人，包括2000几间的网络公司，拢已经将这个消息播放出去。那台湾人知影，有真多，但是台湾人有一点真巧，拢不爱讲。啥拢不爱讲？二二八甲白色恐怖以后啊，台湾人不讲。来，你看。Japan renounce all right， 日本政府放弃权利、名义、甲 claim、甲主张 ，to Formosa。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这条的条文，我要和你比较1947年2月7日意大利条约的19条，和你看。啊，23条。1947年2月10日意大利条约。内底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差不多，你注意看。意大利 renounces all right and title to 后边你歪看歪，索马利亚。意大利的这个国家放弃两个权利 ，right 含 title， 比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放弃3个 right title 跟 claim， 为什么？意大利放弃两个，日本放弃3个，为什么？这就是跟台湾的地位有关了。台湾在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已经宣布台湾实施明治宪法，和台湾人参政权跟参战权，已经台湾人变成日本天皇的皇民臣民。台湾本来是殖民地。不对，因为殖民地才可以割嘛，可以割让。清朝把殖民地割让可以，像西班牙割让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和菲律宾和美国同样，因为是殖民地，所以清朝将殖民地割让给日本天皇，但是日本天皇用国国用万国公法将台湾变作他的领土，变作他的领土以后就不能割让，所以意大利放弃这两个，因为伊是领土，伊是殖民地。但是台湾是日本政府的领土，皇帝的领土。这就是吼、国际法有一点复杂的所在，有真侪台湾人无法度来理解。所以一讲讲的话，台湾独立，台湾独立，你要安怎独立？我用较简单的一例，互恁知。这间厝是你的，你在那边啊装潢，要甲拱掉，要甲卖掉，你会使哩无？当然可以啊，你有权利啊。但这间厝是你租的，你要甲拱掉会使无？你若要甲拱掉，爱问厝头家可不可以？你要装潢，爱问厝头家可不可以？干唔是？所以这间厝就敢那是台湾同款。既然这间厝都已经是日本天皇伊个啊，咱是照大娘娘呢，咱有居住权娘娘呢，所以你是居住权内底，你讲咱来公道，来公道讲变作这间厝变作咱哩，你有听有看有这种道理？不会的道理啊！当然美国会出来讲话啊，你如果公投代表战争，所以台独代表战争的这句话，美国是为家来。但台湾人真正不知道，尤其是蔡英文，人家民进统统不知道。其实他们真的不知道吗？人家都知道，假先啊，只不过是要获得政治上的利益而已啦。他们在啊，不，美国最近你来看，
伊要选总统，但是我估计未选啊。2016年未选啊，嘛无多选，因为中华民国无去嘛。啊，中华民国未好，要安怎选？要选你对去？咱这个官司两三个月就结束了呢。没有中华民国还可以选吗？可以，动算的人去金门妈祖做总统，很简单啊。你谁当选，谁去金门妈祖？礼拜五一晚去金门妈祖，不管你有几个、一百个去，拢去金门妈祖。所以后摆金门妈祖吼，一辆车关一百个人吧，就是这样。无定这款代志，在你的脑海里面想象不到，那就是渐渐换了。因为我可以不遵守战争法吗？当然不可以啊！美军马上击败，已经击败了啦。2000名的美军捞到了几百，你看我都无看到美军啊！我摕一个证明给恁看，恁有住伫高雄的无？高雄的翠华路有一个美国学校有无？全台湾所有学校拢伫兼班，独独翠华路的美国学校伫增班，增加4000个。美国的这个天母，台北的天母，美国学校嘛增班，嘛增加4000个，奇怪，增加8000个，迄个小学甲高中的学生，啊增班了，遐学生要过跳，原因伫倒，美军要入来嘛，美军入来会带从他的眷属入来嘛，这是上好的证明啊。有的人说我都没看到美国啊，你别说没看啦。你那尤其是东部啊，美军愈来愈多，花莲的嘉山、台中的清泉岗，美军拢总伫入来伫内底，尤其是空军啊。有的人你讲啦，拢没看到美国啦。我讲一个例给恁听啦。我上过你讲啊，做美国的空军入来伫清泉岗，吕秀莲不爱相信啦。伊不爱相信运动啊，伊目睭无看。迄真正是吼，睁着眼睛咧说瞎话。伊个伊的助理，吕秀莲叫伊的助理啊。你去清泉岗甲看卖啊，迄个林某某讲哦，美军来啊，到底是有影无影？伊的助理透早4-5点。去清泉岗，那你是伊啊？你边啊？证明讲美军伫内底。清泉岗足快，恁知吼？它范围很大，有民用诶，啊，上界内底迄种迄站啊，是军用诶。伊在咧想讲，我无多去证明咧。平常伊看到两个兵啊，穿这吼，入去一间店去食早餐。在清泉岗的旁边，他就去吃早餐了，他对着他，那两个是宪兵，他跟问那两个宪兵说，请问，清泉岗里面是不是有美国的军队，还有美国的飞机？那两个兵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是宪兵，我们在外围，我们没有到里面。这时候有一个人很高的，早餐店的老板，听到伊即昨日去问啊，伊出来讲，你要问美军，唔但问我才对。伊讲谁来问你？我逐工早时吼，拢甲送早餐入去内底咧。啊，你送早餐，啊你送几分？150分。伊讲美国人吼，食足好个，一个早顿食100块啦，面包、牛奶、这迄卵，150分。啊，甲问讲。啊！你有看到飞机无？有哦，那会无？迄飞机偌尔大只嘞！啊！伊问讲，啊，遐无定是中华民国飞机啊？无啦，中华民国拢啊细只，迄比阮偌尔大只，迄可能讲迄个运输机啦。内底修理飞机的人驾驶，咱看伊早是150分，你就知影讲美军偌济人住伫内底。过一个月，伊过去，啊，一摆呢？
因先生无伫咧，是因查某囝甲因太太伫咧。啊！恁先生咧，啊，就上早餐去清川港，你家己买单去试看卖啊。从我讲的去甲做一个证明啊。我会当甲各位讲，每一天的早时三点到四点，是美国的军机直接为清川港飞去美国，过去对，过去关岛，足清楚啊。美军拢一摆伫台湾，就是一寡推阿民还不肯相信。不过不要紧，总有一天，免偌久，今年来你拢看会到。有一天，向美国军事政府宣布，中华民国离开台湾，政权交予台湾民政府。你拢点点啊？你拢点点，什么意思啦？哦哦，精彩，所以你拢未讲话就对了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直接讲的话，你能把它留起来，啊，记录起来，把它录音起来。我这是向全世界你传播的呢，不是跟恁讲话尔呢。我所讲的每一件事情，到最后恁拢能求证，然后恁看到证明。我若三日我别讲，直接老早去哦 ，A I T 还是美国，敢掠去关啊？我跟你讲，直接讲四年。所讲的代志，一项一项落实，一项一项落实。啊，有足侪人，我伫讲的时阵，拄啊开始拢会讲，臭屁，啊，本啊无一只，嘿。但是时间若到，现象就会走出来。你甲看几个现象啊？第一，中华民国足侪组织拢一个一个在取消，你没有注意无？网络拢有啊。到即马为止，七百几个组织取消。讲上个简单嘞。现在有军队吗？没有，军法都没去啊，谁哪有军队？军法是在控制军队呢，军法并不是洪仲秋的事情所取消呢，那是顺续给提掉而已，没军法，没哪有军队，好像就我们没法律，中华民国他没法律，他没法控制台湾人啊，大家台人啥都没事啊，军法取消去，就是军队取消啊！军队取消是啥？后摆无军队啊！你甲看，这些讲起来是足浪费的。阿帕奇直升机买几只？算算的一只买到二十亿，买无偌久一只就搬落来了。啊，几啊只？报纸有写啊，含飞到台湾都飞未到。啊！你钱是拢摕对，去刷拿卡，迄种以前买的，甲即马伫交货，拢将用旧的互你啦，啥人用旧的互你？真正是台湾人的豆腐啦！你台湾教导你来讲，我们是被占领的地区，我们不可以有军队，我们不可以有军购。遐你有看嘛？哈，593亿。啊，买几只？我怎袂记啊？我记一只才20亿。伫美国敢得遐贵？无啊。敢那一个迄什么电子，我看美国的两倍，还是十倍啊？两倍。我甲你讲哦，是台湾人是足可怜。台湾人哦，打拼勤俭啊，熬趁钱，啊，趁钱拢摕到缴税金。台湾人从来不会自己享受，这是咱台湾人的悲哀啊！所以今日咱用法律控告美国，但咱这边2月28，咱是唔是干那告美国呢？咱佫加一个物件告啥？中华民国要叫中华民国爱离开台湾，你伫台湾占遮久啊，可以的啦，69年了呢。有的人是因为受着中国的教育，就是讲台湾是属于中华民国，还是中国的？其实不是。台湾自古以来不属于中国，只不过属于清朝那当中的拓殖地，拓殖地也等于像是殖民地，所以建军呢失败，他可以割让。
会当挂予别人，挂予别人看陪人啊。战争失败，战争失败爱赔，恁知毋知？对，割地赔偿。啊，有诶讲，所以中华民国教育甲恁讲，啊，清朝战争失败啊，啊，将台湾赔掉啊。啊，即马甲你讲诶讲吼，日本窃占台湾。你想，你想囡仔诶时阵，甲你讲日本窃占台湾哦，你听到窃占，窃啥偷地？夭寿哦，日本偷摕台湾。啊！你什么人要去认迄个饕餮老爸？所以，我们从小时候对日本有天生的一种反对跟反感。所以，咱即摆你讲台湾是属日本天皇的，有个人啊呐？外省人对日本人就反感，就是难知道。外省人，中国人啊！台湾无外省啊，台湾就干阿台湾那外省。哦，台湾无外省人，台湾人敢若外国人，中国人就是外国人，甲咱无关系。但是吼，恁来遮哩读法哩，就是爱学遮个啦。你毋相信吼，你读他会转去吼，你嘛都是外省人。所以你要改，讲外省人一定要改做中国人，啊、哦，对不对？中国人，因为你无甲讲中国人，伫你边个人听外省，伊就讲啊，台湾是我那省 ，no。咱这代都要改啊，唔通要予后代，后代要改阁袂赴啊！啊，所以你今日唔是讲干呐，我上课今，你即马为即马开始，干明仔你上的课，各个讲师拢非常精彩。你让将江师所讲的拢甲记录起来，将江师所讲的，你不一定爱百分之百相信，你回去可以求证。江师讲的是有理也无理，但是我会当甲各位讲，那差不多伫咱遮哩上课，且那一百个吼，差不多95个啊，迄思想就变过来。但是有个人变袂过来，有个人吼，永远就感觉讲我是中国人。真正我毋是甲你骗啊，真正讲我是中国人。但是你甲看吼，中国人，啊，即最近四月份要陪亡啊啦。陪亡最好证明在哪里？来，我问你啦，当你的阿公有的还在的啦，还在在的，我说这个就是，我是普遍上说啦，那阿公过身的，你阿公的亡找有的举手，阿公的亡找有的，我是找有啦，有无？拢差不多有嘛，阿公拢找有嘛，阿祖的亡找有的举手，阿祖，哎。查甫走，查某走，拢共款啦。过来，阿祖顶关是太祖嘛吼，太祖的亡找有的举手。奇怪的吼，恁拢讲我伫台湾几代几代，找到太祖的亡，恁就无去啊？啊，是走去倒？走去倒？走去日本，毋是走去日本啊？夫人，我甲你讲，这个坟墓的物件。以前的平埔族啊，无伫台啊。你唔相信？你问咱遮嘛足济高手啊！你甲问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恁以前恁的祖先呐、啊，过姓伊恁哪从？以前拢用草丘啊，耕耕的，都台啊。那是无钱，有钱嘛，差不多是安尼尔。古早，我想古早。你若不爱相信，你恁家的公妈卡嘛，你甲变看卖啊？看你能摕着几片？所以讲恁什么十几代、十几代，为什么中国人迄种假？科学的证明，你去马街病院有一个叫林玛丽，叫验血，免钱的。伊就甲你讲，你为对来，啊，这种袂假去嘛？林玛丽验的结果。台湾的祖先拢是啥？平埔族，咱拢平埔族的。来，国国一个哩，平埔族，平埔族有一寡风俗习惯，到即摆拢无改。恁家有拢咧嫁娶有啊？嫁娶的时阵，迄大位拢啥物人伫坐？哎，阿姑。啊，你其他拢是哪拢无嫁娶的款的哦？
是咪阿姑？一定阿姑爱坐大位，阿姑若无来吼，迄道袂当开，对不对？恁若老母过身去，阿姑若无甲你看吼，袂当封顶，对不对？这什么习惯？平埔族的习惯啦。你有拜地迄个地基主有无？中国人无拜地基主啦，地基主在你厝内底托你讲啦。啊，这什么人的迄个习惯？平埔族的习惯啦。有清楚无？所以什么人是中国人？你冇看到鬼样影？你认真甲想想，看，咱当时是中国人嘛？拢是课本甲你害，甲你教的啦。恁吼也一个足济的代志，会当去思考。江苏直接讲的话是对还是唔对？啊，你若唔是中国人，你即马开始的行为思想要安怎变？明仔继续甲各位讲。